戰人的日記》電視劇《底線》終於拍完啦，絕對一個好充實同埋咧係一個好好玩嘅過程嚟嘅。認識了很多人，而且學了很多東西，最重要呢就讓我領悟到很多不同的道理。是沒錯，我是如果你問我這齣戲你給自己多少分，我會覺得我自己應該只是70分，因為我覺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進步，還有剛剛新手上任很多地方都不懂，真的呢令到大家呢有少少頭痛的。如果能够再重拍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会做得更加好。所以说呢，机会是给那些已经准备了的朋友，问题就是怎样样才可以准备呢？ Oh my god！底線電視劇即將會在8月14號晚上11點半播出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。